大团，火候偏高啊，使用的比较厚，清表已经比较厚，再加上一个火候偏高，这个流弹性呢很大很大很大。那么这就是蛹的特点，蛹的特点。咱们见到这种青蛙这个情况，就一般的都是蛹的时代，蛹的时代。这是蛹的青蛙，和云青蛙相比，一个根本的不同点就是对于青鸟的态度。一个是把它作为一个缺点要进行提炼和改造，那么一个呢是把它作为一个优点来进行呢发扬，让它这个特点更加明显。用的厚，火候高，就是形成它的流产现象严重，黑色斑点的很重很重的啊，森林胎骨也很重。这是蛹的青蛙瓷器啊，不同于云青蛙，这个几个刚才我讲的一个基本的那么一个特点。这是蛹的青蛙啊。啊，宣德的青蛙，这个宣德的青蛙呢，在宣德苏西的时候啊，继承了蛹的这个观点，继承了蛹的这种对苏鲁国寺庙欣赏它的自然程序啊，元朝认为是缺点的，他认为是优点，继承了这个。所以呢，蛹圈不分的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一类青蛙，它也有火候偏高的宣德，成色呀跟蛹的差不多，跟蛹的一样啊，这一部分东西呢是宣德早期的有这么一个东西。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宣德的青蛙除了跟蛹的那一部分以外，第二部分是它的本色，它就是淡雅一点，比蛹的要好一点。尽管也是使用的苏鲁国青料，线条还有阴闪，黑色斑点也比较多，但是呢，它毕竟蛹的起来要好了一些，要减轻了一些，要注重线条，注重线条。这个火候呢也比较适度，火候也比较适度。从反蛹的过高，到自己的本色的线条比较稳定，黑色斑点有，但是比蛹的要低得多。这个身体态度的现象也比蛹的要好一些，这个情况就是宣德的本色。这个时期宣德化人物的也比较多起来了，因为线条比较正，要追求一些线条美，线条的安定，这是宣德的比较本来的第二种情况，它的本色。这个宣德青蛙的第三种呢，就是温度偏低。所谓温度偏低啊，就是这个气泡很多，这个青蛙的成色啊盛不出来，密密麻麻的气泡。这也是在宣德时候里面的一种青蛙。我想这种青蛙，我有这么个想法，现在没得到科学证明了。就这种情况，就是试验一下从蛹的那个浓艳型，非常浓艳的型啊，转变成淡雅型的一种试验品。就是那怎么现在问的，所以温度也偏低了，试验当中温度偏低啊，就出现这种线条不够被这个釉啊很多气泡给笼罩的这么三种这样一个情况。这是宣德这么三种情况，宣德就这么三种啊。第一种是继承了蛹乐，第二种呢就自己的风格比蛹乐要好一些，但是还有晕闪，还有黑色结晶斑点这样的情况，因此这个时候画人物呢多起来多了一点，表现现代的美。第三种呢就是温度偏低，我觉得这温度偏低啊是宣德的时候怎么样子对蛹乐这个乳液型进行改变的一种试验过程当中的一个东西。那么这种温度偏低时代都比较早，不待会给你们答啊，时代都是比较早的这个温度偏低的东西，也可以说它正在试验的过程当中，这个这样子。那么宣德后期呢，他也试验一下这个用薄茶青鸟，因为宣德的时候，现在看起来明代的官窑青花官窑瓷，宣德是在宫里面是用处最广的，都在宣德吧。不管是文具、餐具、文具，甚至于卫生器具，全部使用瓷器，所以这个使用范围相当的广，在皇宫里面就是瓷器。所以在宣德款的瓷器啊，
保存到我们现在的还是比古人要多得多，比较多啊，都是带款的，那就说明呢，真正的在宫廷使用瓷器最多的是宣德开始，宣德开始，永乐还是洪武，还都是为了外销啊，为了说，而宣德就是为了自己宫里的皇宫的使用，这么一种情况，这是根据现有的情况和理由，以及我到伊斯坦布尔看了以后回来，结合我们国宫里的收藏和文献的记载，在看法上有些改变啊，有些改变。这个真话，成化呢是一个在青花瓷器当中啊，也是一个观念性的改变，就是从这个用苏里伯青料、金罗青料，而来用这个国产青料，是成化是一个分界线。成化开始，啊，成化是一个分界线的。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成化是发展斗彩的一个朝代，尽管在宣德开始有了这做样子，而真正的大量的发展的还是成化，还是成化斗彩知道吧？嗯，斗彩知道啊。斗彩是上下彩的右上上右下相互争眼斗彩，是叫名叫斗彩啊，名叫斗彩，就是右上右下争奇斗艳的，取名叫斗彩，就上下彩在一件瓷器上表现这样的情况。那么青花瓷器呢，是斗彩瓷器的一种彩，代表右下，代表右下的一种彩。然后呢，右上呢是加上红玉彩，这样的话成为斗彩，对吧？青花瓷器呢，也是斗彩瓷器里面一个色彩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右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东西。它烧斗彩必须先画青花，先在大窑里把青花烧出来以后，然后在右上画个红彩，再烧一次，这是叫斗彩，这叫斗彩。那么成化的这个青花，观念上的改变跟斗彩瓷器有直接的关系，跟斗彩瓷器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我们在断代上都要值得注意的，因为什么呢？这个斗彩瓷器啊，底下是右下是青花，如果右下青花是苏鲁伯青料画的话，它这个成色浓艳，成色浓艳，线条晕散，有黑色的斑点，上面有红的彩，那没办法，那就非常不好看，知道吧？要是进口青料、苏鲁伯青料作为斗彩瓷器的底下右下的话，那烧出来的斗彩瓷器那就是成样了，因为它那个成色流淌阴散，这线条不稳定。因为斗彩啊，主要是什么斗呢？它的画法就是先画青花，画轮廓线，是吧？这个轮廓是吧？然后呢咱们填上这样子，如果线条都不清晰，怎么个填彩法，对吧？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它这个颜色太深了，说的我深色跟上面右上面的红玉彩一配啊，哎呦，相当的难看，相当的难看。所以成化时期啊，就从永乐的龙艳型的那种，就是苏里伯青料的那种青花，开始使用国产的青料的淡雅型，我们叫淡雅型的青花，和斗彩时期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由于斗彩时期的发展，青花使用的是我们叫淡雅型，国产青料的淡雅型花花纹非常好。那么后来呢，就觉得这个画出的青花并不比苏里伯青料难看，对不对？它线条非常清晰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成化时期就实现了这个淡雅型的青花，淡雅型的青花，而画出的线条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线条稳定，这个尽管难，没有像苏里伯青料那么难，但是没有黑色的结晶斑点，没有黑色的结晶斑点，所以就表现的成化青花这个线条非常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中国的青花瓷器从成化开始，就从浓艳型转变成淡雅型。那有的青花呢就这样子，使用平的青料以外，还使用一种别的青料，比较灰。正统的青花有这个特点，比较灰烂啊，正统。还有一个特点，大家注意，正德的青花是温度最低的，是正德青花这一个朝代。正德朝代是最低温度最低，所以它这个正德的釉啊，青花瓷器的釉啊，就是气泡非常的多，密密麻麻的，就跟那个米炭似的，很细密的气泡，
笼罩的青花瓷器上，使这个青花瓷器啊，这个成色成色不出来，因此带有灰暗的一种色彩，这是正德的一个特点，正德的青花的一个特点。那么现在跟永乐比，永乐在青花朝代里面是最高温度是永乐，最低温度温度偏低是正德，温度偏低是正德，温度偏高是永乐啊，这是关于这个正德时期的青花，基本上是这么一种比较灰暗，就是它这个釉啊，它的温度太低了，青花的颜色把它呈现不出来，这样一个情况，这是正德。这个嘉靖啊，嘉靖的青花刚才我讲了，就是使用的回青料啊，就是。它这个青料的区别是含铁量是最低，就是它含锰量最高，它这个嘉靖青花，因此嘉靖青花的囊中发紫红的颜色最明显，这一点往往有的同学老看不出来，我那个还原片里也能写出来，就嘉靖时期的青花这个紫红的颜色最重，紫红颜色最重。这样，万历初期也是这样子，比较重，后来就有点像正德，偏灰，开始使用重量，这样一个万历青花是这样的，那么一直到清代初期，这主要是使用的是云南的重量，重量一个特点呢，就是蓝色是非常翠蓝，透明，这种。它可以渲染，能深能浅，所以这个时候的康熙青花呀，是清代青花的一个主流啊，一个后来各个朝代都仿康熙的青花，这个翠蓝的颜色，这个蛇啊，好比说康熙青花能分五色啊，能淡啊，能那个，就有点像元青花，刚才我说的那个特点一样，这个。它是使用的重料，很翠蓝的颜色，非常鲜艳，这个情况。康熙的青花有一个特点是反宣德的青花，那就是说做这个贴身斑点呢比较皱皱啊，这样反宣德的造型啊，反宣德的青花，也加上了黑色的斑点呢，这样的情况在康熙时候比较多了。这个康熙的青花就是基本的，它的本身青花是法翠蓝的颜色，这个雍正呢，就是基本上是康熙的这种路子，但是比较偏没有那么康熙的这种翠蓝的颜色，比较偏灰，深灰色，比较偏灰一点，偏蓝一点，这种味道，这张单位只能看幻灯片，这说话。怎么区别开来，也就是从语言上的区别不大好。所以我把康雍乾融在一起了。乾雍正反宣也比较流行，反宣德，比康熙还多，比康熙还多。乾隆呢也是这样子，比雍正的青花更深一些，更深也是更深一些，紫红颜色也重一些，紫红颜色也重一些。然后呢，反宣德的青花更多一点。这个它不仅是青花的颜色仿，而且太釉啊，这个聚不釉啊，它也仿。就是乾隆这种青花，比较这个一点，比较这个一点。那么一直到往后，晚清青花从嘉道以后就是走下坡路，基本上就是我说这个特点，往右上飘，往右上飘，比较明显的往右上飘，是越飘嘛，越往右上飘，时代就越晚，越往右上飘时代。再讲不出许多这个道理来，因为嘉道以后啊，青花瓷器就比较少了，也比较生产量也比较小，也比较少。现在的情况是相反，我们故宫的真正的青花瓷器，康乾的青花瓷器最多。嘉庆道光以后，反而晚清的青花瓷器反而倒少，反而在走下坡路。可是咱们现在拍卖行业的东西，这个时代的东西反而比较多，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啊！那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其实玩心的东西它反而都少了，东西保存的出来的少，我们供应的有也是少，也是少。跟现在的房子，现在这个没办法比较，这一个事情比较多。咱们看这个永乐的情况啊，永乐的情况呢，它的火候偏高，火候偏高，使用的青料是最厚，因此呢，它这个线条啊最晕散，它的黑色斑点也是最重，最重，因此它的线条也最不清晰，这样一个情况。画一朵花嘛，最后是形成一个球一样。你看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经常是这样的。这就是云青花，这就是永乐青花的特点。永这个折子，这个我们叫折子花。这个折子花呀，是永乐青花的一个经常采用的一个特点。这个时代折子花用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青料啊，它硬爽的厉害。有跟它那个特点有关系，所以它多用折子花，多用这种的，我们叫折子连起来的，我们叫长枝，这个叫折子。你看现在这个花纹都是这么样子的，这个釉色的，这个青花的颜色，基本上啊，太古渗的还是比较厉害的。这个盘子很大，非常的，大概有20多啊，结晶是很大的一个这样的情况。这是永乐的青花，温度偏高，最高是永乐啊，这个特点。胎体会不会变形啊？胎体倒不变形，但是它往下渗，它不但因为青花的变形，它不变形啊。这你看这个永乐的风格是最明显的啊，你要跟云青花比，这个在云青花是不可能有的啊，这尽管都是中国青料。你看它这个菊，它这个花的一朵花形成了一个球，你看这基本上是一个圆球了，这花纹呢也有的就不很清晰，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在永乐里头，他把它作为一个自然的韵味而欣赏这种风格，所以我们在鉴定瓷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它的来历，知道它这样一路是青花的。中间的花是不是这个色彩太黄了，还是怎么回事？这个有点关系问题啊，有点照相的关系问题，整个就是这样的，打灰，这样打灰，这样。好，还有这，我遇到这个壶，再跟大家讲一下啊。这种壶呢，永乐、宣德、洪武都有啊。这个壶就是这种壶。这个壶呢，有一个大家注意啊，就是这个把上这一个把呀，你看。外面有纹饰，里面没有纹饰，对吧？永乐、宣德都是没有的，唯独洪武有。洪武的这个壶，它不仅外面这个把的外面有这个纹饰，它里面也有纹饰，这是个特点，大家注意。一见到这种情况，我们把它定格洪武式的啊，我定格洪武式。这你看，这是永乐的青花非常明显的，他欣赏这个，他不把这些东西作为一个缺点。相反的来讲，它是作为一个优点，作为一个优点来看。好的，往后看。你看这个也是一样，这也是一样。也是这样。这是个过的，人修的。这是景德镇的永乐遗址里面，窑子里面捡到的东西。前不久我听了有一个消息哈，我随便我讲讲。这个景德镇。北大这个玉窑厂的发掘，在北大发掘，一发掘发掘底下发掘现代的发掘的丝菊史诗，窑子底下，它这个窑呢，原来是在市委大楼里头，那个市委大楼啊，是建在这个玉窑厂的上头。现在为了发掘玉窑厂呢，他们把这个楼迁出去了，要发掘。发掘以后啊，这发掘当中发现底下有丝菊史诗。不是古代的史诗，是现代的史诗，是怎么回事？而是他从景德镇外面打洞，景德镇室外乡村里打洞穿进去，穿到这个景德镇市到那个底下去，到那个瓷片子，你知道吗？到那个瓷片子挖了洞了，这挖了洞的有一个问题，要除土啊，这些情况弄的，这四个人呢没有空气，那憋死了。他们发掘有这么个情况，也就是说，这个玉窑厂那个现在发掘啊，
这个很重视啊，这个一个瓷片要买很多钱嘛，所以这些人呢就不顾生命的危险了，从两站步骑车路啊挖到那里面去到瓷片子里面来，这个是多么这个代价，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也是窑子里出的，这是修过的，这也是修过的，也是修过的，都是永乐釉，看的青花比较厚。线条不清晰，比较厚，就是我太古一次，这是它特点。这个，你看这个，这是永乐的碗，七星碗的，这个碗是非常薄，哎，但是呢，青花釉碗你胜，就这么特点。你看这一朵，这个画的花纹，这是一朵花吧，一朵菊花，但是一看起来呢，就是一个球了。它画的时候是有线条的。那你烧水就是这样，那你欣赏这个美，这个观念上的改变，跟元青花就不太一样了。这是这样的情况。这个你看这海水画成这样，画的时候很好，你烧水呢就成这个样子。明天咱们加花纹的时候再给大家讲这个。这一半这部是永乐的，如果局半是酸水的就顺着的了。这个叫下水。刘老师，他这个鸡心碗这个底足有什么特点？底足它就是它什么叫鸡心碗呢？它底下有一个疙瘩，那个有就是这样一个，就别动了。就这个有一个，你知道吧？就这个。旗碗器里边的这竹啊，这竹吗？从这底下有一个东西是一个的，这个机芯是，东方的用的机芯的，它的底下碗是补平的，底下有这个钉，底下有这个支钉，有这个钉子，也凸出来，是吧？你看它这个花纹，你看它就把这个东西作为美啊，它并不完全是。碗器里边的花是几朵啊？啊？几朵花？这是折子花，你看这个是菊花，这个就不是。本体硬壳是假的，那人家说这个是李老师鉴定的，那把我卷进去。你看橙色，海水不像海水的花纹，不像花纹，形成这个纹理，这就是那里的青花。总体来讲是温度偏高，温度过高，它故意要这个样子。好的，往后看。这个也是永乐的啊，这个永乐是比较淡的，这也是白酒，也是景德镇的院版的这个白酒。这干的看的是一种，另一种就比较淡雅的也有，像这种就是比较淡雅。但是你看看它这个含铁量比较高，它这个青花的这个黑色点的这样的情况，还是自然形成的一种点，而不像一种这个人为的那种有规则感，还是没有这种。没有规则感的一种铁的一种反应铁的反应，好。这个，你看这个永乐的非常非常清楚，你看这个画虎将士就是这样，青花温度偏高。这种东西实际上呢，它是西亚的风格，这个我是西亚的，像波斯那个现在有对铜器啊，就这个。铜器工艺品啊，就是这种造型。这里头呢，我们有两种，一种是有款的，有款就宣德款；一种是没有款的，这样的事情。没有款的都是永乐款，都是永乐。有宣德款的，大有宣德。所以宣德不是永乐有让人宣德无款是永乐，这句话是有道理。你看这个就没有款，这肯定就是永乐。款都在这个底下，都在这个。双胸骨，它比宣德有错，双胸骨是这样。你看这个青花就一看就是女的，你看这个青花，你看不出它发生了什么，它就欣赏这个味道，自然情绪，它欣赏这个味道，就是这个。你看这个，就像这种扁壶啊，像个天球是这个扁的，这种扁壶也是西亚的，波斯的那个壶。你看我们近来有这样的瓷器啊，有这样的东西。你看它这个花纹呢，都是这个
科学的观点都是非常自然，而是一种绝对的反应。那这件东西是没法儿，应该是有用的，而且还是有用的早期啊，有用的早期是专门制作的，出口的一种，出口到西亚的一种瓷器。这是刚才是永乐啊，永乐青花，他就是他的这个对青花的这个欣赏是这样。这个是宣德，这个是宣德的线条是比较稳定的线条，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二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反旋反永乐容艳型，这个是宣德的宣德版，宣德的面貌线条呢还是比较清晰，也有贴身的斑点，但是呢比起永乐起来要好得多。比永乐呀，要这方面呢都比较清晰，这是第二种情况啊。这件东西啊，这件东西呢，我们学界有时候翻的宣德，有时候翻的永乐。按道理讲，它是永乐的，叫折枝花啊，进来永乐，进来是折枝花。再一个，它的花纹呢，这个贴身斑点比较重，火候也偏高啊，这件东西一旦还是翻的。永乐比宣德要早，这是一些。这个就是宣德的，你看它的这个图案呢，都还比起永乐呢比较清晰一些。这是宣德的第二种青花瓷器，第二种青花瓷器。像这个画人物啊，在永乐的时候画人物几乎没有。这也是宣德的颜色比较好的一种，他自己的本色吧，改变了一个永乐的那个容艳型的一个形象。这是宣德线条比较安静的一个画的那个人物，火候也比较适度，这是青花，宣德青花的本色，宣德青花的本色是这样子，它比永乐的要好一点。这个是它的局部，放大的局部，局部你看这个人物画的线条还是基本上清晰，基本上清晰，就是在宣德里面还是比较好的，这是画人物还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大家看这个，温度偏低就是这种现象，这个宣德的一种，你看，宣德吧，你看这个釉啊，这个白色，这个是一种气泡。釉就是照在这个青花上面的一种气泡，釉气泡相当多，非常密集，影响了这个青花的成色呈出来。那么这个地方看起来是温度偏低的情况，温度偏高的就是青花流散，有跟这个蜡烛一样，这个呢是温度偏低的情况，形成这个样子，是这样子，好吧？这个。你看这个宣德脸，你看这个这种现象，你看这个麻麻点点，这个是气泡啊，这是釉上的一种气泡，笼罩着这个青花的层次，这也是温度偏低的一种情况啊，温度偏低的层次的东西。还有这种宣德脸字啊，宣德脸这四个字本身呢，就比大明宣德脸字要早，时代要早一点，但也是宣德，就是宣德脸字是。继承了永乐的时候呢，这样的情况，有永乐脸字嘛，有这样的。所以宣德脸字，当我们看宣德脸字版呢，它比大理宣德脸字版要早一些。大理宣德脸字，不是你要说现在这个房，这个气泡房房的对，这个好很好，温度偏低，你的温度啊，青花你看像这个温度就不够1200度，到不了那样子，所以它偏低以后，它就釉啊，就气泡啊。就比较密集，这个是宣德，宣德还是正德仿的呀？是宣德的，真宣德的，真宣德的，正德我说也是温度偏低啊，但是它那个青料不同，它那个青料是发灰，正德发灰，它是那种青料啊，它本身呢就是这个还是出国青料，它就因为底下的釉上面罩了一层那个气泡啊，所以使得那个青花的层次不出来，形成这个样子。这个是好东西啊，宣德脸色也比较早，比较早，这样清楚，好的。
这个也是宣德的，画人物，画人物的这个情况，就是也是经过宣德的对于永乐的一种改变啊，一种改变的时候。来，像这个刚才讲了，就是有款的宣德的，就没有款的就应该是永乐。而这种话文呢，也还是比较重的啊，也还是比较重。看起来这个宣德的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性比较大，从文字来讲比永乐要好得多，要清晰一些。在一起不知道今天有款没款的。好的，这个你看看啊，宣德脸字，宣德脸字，这个是就刚才我讲的，是继承永乐，宣德比较早年，而从他的清化来讲是五年型，活后偏高，就是宣德的第一类啊，学习宣德的那种，学习永乐的那种。一念性的侵犯的比较好，颜色比较深，所以这个时代是宣德是比较早的，宣德早期的时候。李老师，这个焚书款，这个从左到右和从右到左有没有关系？啊，放到了，这个放到了，就是宣德款四个字的，要比大理宣德的款要早，时代要早，都是宣，尽管都是宣德。一般来讲，大理宣德的名字啊，都是宣德后期，宣德八年以后的生产的东西，大量的都是大理宣德的名字，这个还是宣德的。一个风格吧，这样的这个小红花开的红色的这样子，好的，再看，哎，你看这一次啊，选择正反了，没问题，选择好了，这是成化，你看，我不知道你们看都看不出来，这个从就从这个环境面看出来，紫红的颜色就比较大，就比较重，这个新化的颜色。这就是成化的，从这个啊龙焰型变为断崖型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线条呢非常精细，也不晕散，看得出来这些线条都是两个线画出来的，线条的精细。这是成化的这个本来的它的青花的颜色是淡雅的，这个情况。我们要是再加上右三彩就是这个也是成化的，成化初期还有一种生活星耀还存在，这是成化两股星耀，可能这个甚至呢可能星耀也是就是也是成化，这个有法的，这个因为成化法非常非常好，因为在成化初期啊有一个是使用的生活星耀啊，这是这也是对的，这个好了，不管它。这个颜色就是青花淡雅型的典型，也就是青花的。我的设计了啊。橙花、青花的标准漆就这个颜色。你的感觉对吧？薄。这是变态的这种。还有橙花、青花有个特点，它那个釉非常滑。所以我们说，你们建立家有的时候把眼睛闭着都摸得出来，时代实际就是成化。它那个釉你摸出来以后，就跟那玉一样，就跟那个玉磨得很光滑的，你摸出来有种感觉。但是你把它摘，你摸了它的，再摸康熙的胎，康熙胎就比较细了。或者摸雍正的胎，你迷你的，那个成化就好像有一种浓密的水分一样，哪里那么光滑？而且它的釉啊，相当的好，相当的好。就是表现在成化的釉啊，这个应该是保质的，非常非常精细。这是成化的青花的本色，所以淡雅型就是这种青花本色。这个就是成化的这个淡雅型的青花，这是一个碗的中心。这个你明显看就有紫红的颜色，这个苏国青调就不太一样。线条是比较暗的一些，右色是南中发紫红，不过在成化还是比较
亲人亲人要到家到家庭的时候呢非常危险，非常危险。这是从小咱们所有的国产青鸟，因为像这个它也是以国产青鸟的颜色很深吧，它并不往太不是并不往太深色，不反了啊，这是青蛙的一个名字，这是这个颜色比较深啊，这个颜色咱们翻到了没关系，这个颜色比较深，这也是成化全都是一种成化，应该是属于这个呢是不是成化青蛙的比较这个的颜色比上去深一点，不知道你们看的怎么样，这个紫红的颜色呢这一看就跟那个苏州青蛙的青蛙是不太好，不太像的，不一样的这个颜色。没有了，我还没放完。没放完是吧？这个呢，这个这件东西啊，你看啊。这如果是咱们把这个青鸟把它分别清楚啊，你看这个颜色，这个在我们学界是有不同意，这件东西是十方省的，十方省的，现在有很多书里面把这个东西放在宣德里面，放在宣德的青花里面，我自己我呢把它作为的是明代中期东西，也就相当于正德，相当于正德，那么这个就不是宣德，我看到是正德。因为一个呢是这个青花的原料啊，不是苏鲁的青料，而是国产的青料，而从它的造型上来看，也是嘉靖，是嘉靖以前的制作。现在看到第一次，现在还是很多书呢是放宣德，大家注意一下，很多地方是放宣德的，我看宣德是比较怀疑的，不够宣德。那个饭啊，那手饭啊，那手饭手饭里面也有。香蕉，你看的这青花的颜色就像橙花。像红字正的这个味道，红字正，而不是苏鲁青鸟。好的，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正的青蛙的一个粉色，这个温度啊偏低，温度偏低，像这个这些地方呢，就是都气泡很多，你看这个，这个很多很细微的气泡啊，笼罩的这个青蛙之间，使它承受不住。这种颜色就是正德的一个典型，又是蓝军徽，军徽，正德，正德的青蛙，这个是也是正德，你看它这个温度比较低，也是一种气泡把它笼罩的。这个官窑和民窑啊，说实话，从时代特征上是一样的。不过只是原料的精粗，制度上的精粗而已啊，实际上特色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咱们不要上这个民窑，是不是光什么都往里钻这个事情，我不是跟你们讲了没有？就是说现在啊，他们有很多新东西啊，你别拿着我们看，我说你这个不对，是假的，我说是新的。但是他背后的假，他底下他们懂的，他就懂得观窑。他说我这个是民窑，你知道吧？所以呢，他说是假，实际上是民窑，他不懂。关键是说把这个，现在呢，就是说，一说不对了，就往民窑里推，民窑里推，咱们不要上这个当。那民窑是个矿，什么都往里装啊，就认为这是民窑的，其实是假的啊，其实是假的。这个咱们不要轻易上他的当。好嘞。这个呢是嘉靖的，万里嘉靖的东西啊，你看它这个紫红的颜色比较重。这个图案，这嘉靖这个图案呢，仙鹤啊是嘉靖朝代的，因为嘉靖是这个道教，道教这个葫芦啊，这个葫芦瓶呢是道教的那种东西啊。什么这三个是远地啊，是半天远地方啊，它都有一些道教的意思啊。这鹤也是一种道教的意思。从青蛙的颜色来看，紫红颜色最重。紫红颜色是，这是明朝嘉靖的，嘉靖的。你看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这紫红颜色来。
这比较重，紫铜颜色比较重，明朝嘉靖的紫铜颜色比较重，这是明朝嘉靖的青花。和正德和以前的松柏青料青花颜色完全两样，南中华紫铜这个东西。你看这个也是，这个鹤，这是一个标本，标本，这也是嘉靖，嘉靖。你看它的这个紫红颜色也是南中华紫红，所以嘉靖朝代是紫红颜色最重的颜色。对，这个就是万历的这个万历的发灰偏灰也紫红，你看这紫红颜色对吧？但是咱们呢，咱们至少呢，就把这个宣德以前的和成化以后的这个要把它分开。这个基本上呢，像咱们一般像在座的都应当把它分开。从这个青花的颜色来看，和松柏青料的颜色你比较起来，完全不一样。至于你们想具体朝代，一个朝代一个朝代要具体分开，在你们这个情况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是比较困难。啊，有的本事，家庭话你分得开，我想这个东西在一定时候还达不到这个程度。但是我们把宣德以前的元青花和永宣和后来的成化这个东西两种青料大的界限，这个应该把它画清楚。这个应该，我觉得再说都差不多能画得清楚。你看这种，这是家庭的。这颜色很深很深，紫红的颜色最重。这种罐子是嘉靖的一个特点，带这个盖，也有木材的这种罐子，很大很大的这种罐子，是嘉靖。但现在仿品也多，仿品都是买高价的。看这个，万历紫红。这种渲染呢，就已经有一点重庙的那个味道了。是康熙的，康熙后来就进入有这个渲染的味道。这应该是万历，万历时候。啊，这是万历的，就是一种是嘉靖的紫红颜色，也是一种紫红颜色。这种蒜头这种情况。也就是万历时候比较多，嘉靖万历时候比较盛行。在这以前，什么永宣像这种品种是就进入病，进入病，从这种方面是这样。那这个呢是典型的万历的后期，接近康熙时候的，现在稍微有点，都有点像康熙的情况，好睡了，使用的时候开始就使用出入庙。除了折料以外是著名的，像这种风格，一个万里有风格，吃饭的有风格，有的在盘子里面一个鱼啦什么的，弄开了什么什么，也都是万里。像昨天咱们在那个博物馆看那个小盘子，中间一个鱼，上面没有肉，也就是这个时候，万里后期，早和清代早期的时候，这个时候，这又是这画物，青花的颜色就相当鲜艳。让你看这种颜色还是非常清楚的。那你这个万里的盖壶，盖壶，这个是有款的，天启的有款的，要是没有天启两字啊，这个时代还是很难断定。就因为它有天启两字，所以它比较，我们就开始天启了，没有把握。这叫什么启鼓啊？这是一个钟，就是一个敲打的那个当当当的那个，是吊起来的，这也是一个乐器，吊起来打的，可能庙里进神用的。这是不是成套的？啊，不是，这个就是个单个的，我们在这见到个单个的，没见到成套，是不是有哆来咪发的搞不清楚？但这个就是敲打，你看什么可以吊起来，只要你不使劲打不掉啊，声音还是蛮好的。
没有啊。我教你最好的，这个素材都有，有一些没有的，这样对不对？你们要有数的，我这里的东西就不用记了，我讲你们好好听就行了。但是觉得有素材也好，也有的，我讲素材也有没有的，哎，不管的，你们愿意记就记，也把老师加点秘籍。把你们说的吗？咱们今天的讲的重点就是讲的，讲那个是清，就是明清时期啊，包括元朝里面最实用的一些文饰，我这里都有啊，取材给大家讲。而这些文饰呢，在各个朝代是不太一样，画法不太一样，特别是在断代上也比较明显的分界线，这个给大家我都给讲一讲以后啊，基本上有时候从文饰来讲就可以，就可以这个有的文饰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有时候它的文饰它是一个时代风格，时代风格这个画法上它有一定的规矩，有一定的规矩的，有一定的规范化，规范化。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规范化，就使得我们鉴定家能有把握跟他进行断代，进行断代，这样的情况。我呢用了这个，这些讲那些规矩很简单的一个个一个个的，但是呢作为一个把它作为一个条例来给大家讲了，我书上写下去，那就要负责任的。基本上是掌握了这个规律啊，掌握了这个规律。也有一些是规律性不强的，不强的，也跟大家讲清楚。这样的话呢，也比较简单，也比较好记，而且断代上呢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这个东西，恐怕在座的，我想今天的课啊，一个是讲这个文饰，一个是讲法，重点了。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你真假对比再讲一讲，再讲一讲。我想呢，今天讲的课，如果大家看看书啊，记一下，我看回去你们就可以用了。只要不护短，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只要不护短，这个我上次讲那款的时候，我浙江有一个老头吧，也是，但比我还要小一点。收藏热，买了很多这个，特别喜欢，成化的，买了很多的成化的东西。然后他也听我一讲款呢，讲了这个，他考试也及格，他对这款呢还认识的比较好，讲了以后啊，他都能懂，都能懂。那回家以后呢，拿了他那个成化呢，他就不懂了，这个叫护短，叫护短，因为他是用钱买来的。总觉得人家编的那个故事啊，什么怎么怎么来，怎么怎么来呀、这个不可能是假，不可能是假，往往会形成这个样子。传着看没关系，就别给我拆了，也别拆了就行。那个碑呢？大家可以仔细看，没事。书画碑呢？所以我想假的款以后，你们要是有贷款的时间，你们回去就可以看一看，你们那个款是真是假，就是别护短，还是这个意思。因为一般你收藏家对自己的东西啊，总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啊，缺点看不出来，优点看得多，这样的话就不能实事求是来对待，那就不行。就跟刚才我讲的老头似的，他在课堂上考试他都很积极，很认识，很清楚，回去拿他这个就不行了，而且特地从他家又拿了三件，从他的家到我家里来。到我家来，那个时候看的，到我家里来了，我也跟他讲，我说都假的，他说非都是真的。后来走的时候，他送我一件，我说你真的你还送我呀、那还得了啊？他就送了一个盖碗，带什么碗的？我今天没带来，碗子也是碗子，但跟那个杯子还是差一点，真的，他那个是不像样。所以文饰啊，对瓷器的鉴定啊，特别对明清瓷器鉴定啊，这个很重要。有的时候是一锤定音啊，从文饰上，你看我们那个学生说，你那个这个龙头这个脖子怎么是个粗脖子，不是细脖子？这一句话就实际上就导过了这个问题啊。这个老头子说一句外行话，原来脖子粗，脖子细的，按照我们脖子粗脖子细，这是一种外行话啊。所以老头就
充分的选择问题和他真理的问题，一般人来讲是这个情况。所以文士它是有规律的，文有规律的，而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风格，画法不同。尽管是一种文士，但画法不同。这画法不同的正好是我们划分时代很重要的一点。为了省时间起见啊，咱们就结合着黄灯讲这样快。对，一方面看到黄灯的文字，另一方面呢，这样的话呢讲的又快一点。那么今天的内容比较多，也比较多，我希望呢下午能把它讲完。好，要是说提前讲完了，咱们就提前讲。咱们就快点讲。内容呢，大家都知道，肯定会不是一些文献记载，什么真的问题啊，不是那些事情啊，就是您说的叫什么？就是诀窍也好，开门前三也好，什么东西能做？能做的这个来打。这玩意儿好像有点邪的架子，是吧？哎，这玩这么邪一下，怎么看顺的不行？嗯。有那么久的，就是文士那个画的那个交友类的。啊，交友，好吧，都在我们这边。哦，把它从这个交友文从宋代啊时期上啊就开始了，而在元朝青花啊到明清时期的青花呀、五彩呀等等一些时期，这个交友文呢占了很重要的比例。一般的就是瓶子口啊，这个瓶子的肩部或者足部啊，都采用这个交友文的方式。而交友文的画法呢，这个特征呢，时代特征呢也比较明显，还比较明显，而且规律性也是比较强，规律性比较强，所以我们一看呢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时代。这里就是我觉得这个交友文，这是元朝的交友文。啊，也是两层，就是前后两层啊，就前后两层的画法。这个书上有的啊，这个元朝的交友文呢，就主要是离镜，中间那个叶的那个镜呢，它是靠近离镜的线，画的两条线以后，中间填色，啊，就是这个填色，这是元朝的画，啊，这是元朝的画。区别方面就是洪武啊，洪武以后，包括永乐、宣德，啊。这个都是这样的画法，就是中间啊画两条线，中间五点色，就是这么一个区别。这个在区分元代和洪武以后，永乐宣德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那么一个这样一个区别。还有呢，我这里面没有，就是也到明代中期以后，像这不是到底吗？这个我是画到底吗？一般呢到成化以后啊，就是不到底了。就到这儿啊，就画到这儿为止，就是啊，这个我这个上面要补充的书上没有，我你们回去看，回去你就看看成化那个教育文，以后的教育文，他就接着就不到这儿了，不到尖了，哎，明白了吧？我这里没有啊，不到尖了，基本上这个断代呢还是比较准确的啊，比较准确的，这是这种文字呢在。青花瓷器里头比较多，这个规律性也比较强了，看我们就可以记得住啊，这是一种。我把这几种文字讲了以后啊，咱们再看这个时代的瓷器上的文字啊，这样的情况。这是第一种文字是教育，这个第二种文字呢就是这个。缠枝莲，缠枝莲文在明清时期、元清时期很多，有的做主体纹饰，有的做副体纹饰，都有缠枝莲文。因为缠枝莲呢，是被实际上装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图案，因为是圆圈儿和缠枝莲，这样子好装饰，同时也很美。因此呢，青花瓷器或者其他的明清瓷器多采用做主体纹饰。主体纹饰就在罐子的中部啊、腹部啊，对不对？也做辅助纹饰，因为盘子的边缘啊、盘子的旁边啊，都是参与这个内外动作。这个缠枝莲纹主要一个画法不同的，就是元朝的画法就是这个叶子，缠枝莲的叶子跟葫芦一样，画成跟葫芦形，
比较典型的就画成真的葫芦形的叶子，这个是元朝西画的，经常是这样画，这样。那么红木以后的画法就不一样了，那红木以后的画法呢，就是这样子画法，这个叶子就不是那个葫芦形的。这个待会我们在瓷器的画我们的专史来印证了。那么这也包括永乐、宣德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元朝它是保持这种叶子是典型的这种葫芦形的叶子。你看这个形状呢，跟青花瓷器啊，这个时代是比较早这个画，时代比较早的一种这个画。这是第二种啊，这是第二种。这个第三种啊，第三种就是用牡丹了，常春牡丹，牡丹的元朝的画法呢，它的叶子是肥大，就这种形状，叶子肥大这种形状。宣德都是这样的画法，所以叶子都是这样的画法，明显的跟这个。